晚上好，现在是6:10。今天我们要从横店去济宁参加应大哥的一个活动。然后呢，因为从横店开的杭州高铁站是2.5个小时的时间，所以我们要提前出发，是5:30起来。然后昨天晚上大失眠，追剧追到12点。昨天演的是《龙傲毒杀》，戏来一足，后来也就更睡着。本来以为6点多钟的时候是黑屏，但是看来已经升那么高了。大家看一看我今天带了什么吃的。对，自己煮的咖啡，还有一个这个拿铁，椰汁，这苹果派已经被压成一张纸了。带了一个棒蛋糕，同时资深爱好者，我准备坐高铁了。抱歉，这本书看的时间很久，因为我觉得这本书特别适合，就是一个章节一个章节慢慢的看，然后看完了以后，给自己再想一想，然后消化一下。九十七，面包，香水，小茶包，没有了，大概就是我在路上需要的东西。现在已经到了。这个是曲阜，但是也是我们山东境内。大山东好久没来了。我们现在刚刚来到了酒店，先办个入住手续，然后准备点个外卖吃。全肉宴没了。哦，我点了2000。哦，还好还好。想吃吗？不给你。那我们先吃饭了。刚刚拍完照，然后发现一个不明生物。你是谁啊？你是孔雀吗？是凤凰吗？那时候就觉得很亲切，因为我也是山东人。谢谢大家对我的抬爱，也感谢大家能在晚上这么热的时候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。3、2、1。